前面我们看看厉害。告诉你，他昨天不是这样的。他说，他一来脑娘没有。给他我说人家志玲这么忙，怎么有时间买咖啡啊？对不对？有，咖啡已经备好了。因为昨天我是买了星巴克了，然后我就看大家多喝一点。没有，因为我这个工作人员就是很保护女主角，我们都是女主角嘛。OK， 我是第一女主角。对，我是片。那就是在那个片场就客串一集，片场就口耳相传就说，小丽请咖啡。可是林志颖没请哎，我就说大家不要这样八卦，志玲是来演戏的 ，OK？ 他不是来请咖啡的。我这样子就是跳出来帮你讲话。没有，我们是姐妹，什么都是 share。Yeah， 所以昨天也算他一份。所以真的是，我们是相亲相爱的姐妹花，来抱一个。你是小圣诞大。